我觉得梗的走路有点远。在别个去当模特了呢。我去在别个去做嘛。马上火掉了，我去在东台，我被东台拦住一下。人家那几路过，几个人都哭了。我叫人家进去，我准备东台哭了。你这谁的那是？妈姐，我始终做外国特使，回来后我绕到东门那里上火。那我今天都开始买了票，今晚咱们都下。哎呦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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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从有些都没有想到的，有些都没听到过呢。这么好吗？我都在这个院子，这几年嘛，但是嘛，几年了，我都没去打几多工呢。嗯，搿条街嘛，这朋友那都是很苦的，就是做你自家，我去打几那就要被揍了。那你问妈妈吧。哎，你妈妈摸怕溜。嗯。你摆，要被熊了，都晒都摆多了。嗯。你摆哦。我们要回中国了吗？哦，我们要回家了。要干啥呀？那中国是我们的家呀，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呀。这边的还在走路呢。这边是你带他们家的。这是大姐拿的茶叶也太多了，说拿一点野生的，她拿这么多。她说我们要送人，她就多给点，说怕我们送人了，我们又没有喝了，就给你拿点。哦。啊，这一路我看着滑坡多得很，站了一半路了。
这几天下雨，这到处是滑坡。来到蒙塞了，买点水果，吃点饭，再出发。啊，行，老孟，他已经忙好了。有没有面？没有面，它只有炒菜。就是炒菜，那就炒两个菜吧，这么多鸡吃不完。啊，行。啊，够了。够了。切一下，今天我妈给我们带中午饭。为啥带这么多鸡？为啥？我们苗族的习俗都是这样的，这是人家菜是对你好，我知道给你带了好多。哦，给鸡就是对你好。嗯。一家给一个就行了嘛，光。妈妈家还给了四个，妈妈一个，大弟十一个，三弟十一个，我二姐一个，二姐那天走了就把鸡留下了，然后要妈给我，哦，所以就四个了，太多了，一个小青一个，还有少的一个，那先把这个一个吃了，吃完了再拿吧，啊，您老挝苗族最高的礼仪就是给鸡哦，啊，招待客人是给鸡，啊，我看上次。我舅舅家回来也给了四个鸡，那是舅妈给我妈的吗？那为啥2019年，咱们回的时候一个鸡都没收到？那是我干嫁给你啊，我不说是回娘家的，我说是嫁出去的，那时候肯定不给啊。啊，回娘家才有，然后刚嫁出去没有。啊，吃个鸡腿吧。这么大吗？啊。这一个鸡腿就吃饱了。先吃吧。嗯。不你吃鸡翅，行，吃吧。点了三个菜，一个回锅肉，一个豆角，一个青菜汤。人吃的美。海子轩，海子轩，你不想吃饭啊？想吃什么？想吃好吃。你看妹妹吃饭香不香呀？香。香啊。还多久到光口？啊，得显示是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。啊，不知道能不能到，反正这边路不好走。啊，那行，慢点开。吃饱了，出发。出发。出发。姐夫，啊，好看，好看，嗯，我看有机会带你去大城市再看看，比这还好看。一二三四，那我们来到关口了，这就是牡丹关口，看能不能顺利过关。好多人啊，在这里排队不知道排多久，后边前面人都站得满满。我们现在已经出牡丹关口了，现在呢在这里等二胖再出开车，二胖把车也开出来了啊，上车。从里面过去，我开车从下面再过去问一下。嗯，行。看里面东西需不需要拿出来。这个要拿走路过去啊？这要过安检了。哦。